你自己家里家的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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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星星，呀，呀，嗯，嘿嘿嘿嘿嘿，小星星，我们得穿过金色桥，可是桥上少了几块木板。小星星，这是大鸟先生，他能帮我们修好这座桥。嘿嘿，大鸟先生，如果我们需要长木板，就得告诉大鸟先生 ，no， 说 no。Great， 如果我们需要短木板。小星星，姐姐在睡觉。啊，哒啦喽！小仙仙都没有看哒啦喽。小仙仙都没有看哒啦喽。看爸爸妈妈
快点啊！快点！喂！快点！Thank you.